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在跟你聊天呢。我知道啊，我是说，你是说我在做什么工作，对吧？我在一个旅行社工作，我是帮人安排旅游行程的，也会帮他们订饭店。听起来很不错，这样是不是可以拿到比较便宜的机票啊？对啊，还有员工可以打折哦。哇，真好，那下次帮我规划旅游行程吧。好啊，交给我。